大家好，相信大家都听过吉他音乐啦。咁大家对古典吉他有几多认识呢？其实古典吉他咧同钢琴或者小提琴咧都系一样可以参加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嘅考试嘅。而每年嘅香港校际音乐节都有古典吉他组别嘅比赛嘅。虽然古典吉他咧并唔系一种容易嘅乐器，但只要透过咧有系统嘅学习同埋训练咧，无论你系六岁定六十岁，都可以有好嘅成绩嘅。如果你都对呢种音色咁甜美嘅乐器有兴趣嘅话，相信我系会帮到你嘅。